到这首歌，是不是又想起二姐美声？不少粉丝常在想，封麦九年的姜蕙到底什么时候复出？好消息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宽宏艺术27号发声明表示，姜蕙很荣幸受邀国家庆典，也就是10月5号的国庆晚会，在全民的期待以及呼唤之下，二姐终于点头答应，邀请到二姐天后姜蕙来日出开场，那这也会是的大巨蛋第一场非体育赛事形式的相关的活动，那也会是姜蕙二姐复出的第一场。北市府证实消息，也说国庆晚会确定筹备在大巨蛋演出，大家等了真的好久，因为上回姜蕙碰到麦克风还是一年多前。哇，我听到这些掌声代表说大家都没有忘记我，真的很感动。如今算是蒋万安成功抢到人了吗？毕竟回顾前些日子，台北高雄都极力要找姜蕙复出，陈清迈听闻消息说尊重二姐意愿，二姐假如说能够复出唱歌，我想所有爱护二姐的歌迷都非常乐意啦。我们还是希望说在未来有机会的话这个因为呢在南部，那二姐是也非常受到很多歌迷的一个欢迎。不给二姐太多压力，多年来为她打理演艺工作的陈子鸿则说，这几年都在做音乐教育传承以及科技业结合的工作，这次演出自己没有参与，不过要怎么样才能入场，观传局透露会开放一般民众索票，势必会抢破头。 TVBS 新闻龙昌省事后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